唔用过去下输之情，今仔日你会当这个对起存在，输来到这十分的欢喜呀！谢老师好啊，想袂到输给这么久，三年前你千里传音，现在你当我四面玲珑，你当救我，输啊，真感谢你呀、啊！谢哪里，师父用你的名，因为今仔日来找你就是代志，我是想讲，这时这刻。要这金让你，所以跟你交代，你免为输在咧走出去啊！师傅，你要闭关让你是不是？原来这中间的闭关让你，既然这款，你若是出关者，当然就应该搁再见面呐。放心，如果我若是你有啥物代志，我一定给你打打。但是输要离开中间，有一百四要杀你。你说伊真听，是，你都爱了解。情声将两寒山西，孤独的勇不留。这是感恩不尽啊！那不错，举手之劳，何必说感谢呢？